我是游乐丸子，最近我发现同事在搞基，在玩伯爵机器人，怎么感觉哪里怪怪的？你脚挺黑呀、啊。这是钢铁猛男，他的攻击方式是会动头顶的斧头进行攻击。这是螺旋手里剑，他的攻击方式是通过风盾直到头手里剑进行攻击。机器人还附赠了一个遥控器，通过它控制机器人前进、后退、左转以及右转。这个玩具不仅可以一个人左右互搏，还可以邀请你的朋友和你一起自由搏击。干嘛？你叫我来干嘛？我拉你过来主要是玩个游戏。就这个机器人吗？对，机器人对抗。嗯，我们一人选一个机器人。嗯，然后规则是谁先打掉对方的护甲，或者是谁先把对方给推出场地外，谁就赢了。比如说我欺负你，好不好？啊，那我让你先选，你先选这边选个机器人，好吧？我选剩下的。嗯，那就这个吧。行，那这个吧。那我就吃亏点，好吧？那我选这个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跳这个？哎，你能不能？我们三局两胜。OK OK。然后我们换个大一点的场地。Round one. 嗯，哦，搞反了！小飞过来了，我打不到你，我没安慰啊，为什么他不动啊？哦。It was at this moment that William knew he fucked up. 我真的动不了了。Round two. 第二局开始。好。哇，你太狠了吧！爆甲是吧？推箱子是吧？我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厉害。你看。不是我。